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九日，农历二月初十，是我八十岁的生日。也许是巧合吧，今天是第三次复讲《无量寿经》讲稿的圆满日。 我怎么觉得这是我给自己生日献的厚礼呢？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是那么的奇妙。就说今天的巧合吧，是偶然还是必然？谁安排的？我不知道。怎么巧合的那么妙？真是天衣无缝，让人难以预料。 第三次复讲《无量寿经》的讲稿，我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二日动笔的，到今天完稿，历时三百五十三天，每天写八个小时，即两千七百七十六个小时，九十集，共计六十三万字。 这个讲稿对我来说是个大工程，可以说是我的万里长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右胳膊做手术十一年了，固定胳膊肘的三块钢板可能是老化、松动、错位了，影响手的功能，手哆嗦，写字费劲。所以这个六十三万字的讲稿。 是我用一年时间，一笔一划，一字一句画出来的、抠出来的、刻出来的，所以就慢了。我第一次的副讲稿，七十万字，我是用七十天的时间写出来的。这一次虽然慢一点，但我的收获可大了。告诉你们其中的一个收获。 那就是十几年的白内障，没经过任何治疗彻底好了。你们听了不觉得又是一个奇迹吗？八十岁的老太太写这么小字的讲稿，不用戴老花镜就已经够神奇的了。现在又写稿把白内障写没了，简直神了！咋回事呢？ 我告诉你，一点不神奇。阿弥陀佛，大鱼王，全靠佛力加持。你念阿弥陀佛，佛也加持你，信不信由你。今天这一讲，是《无量寿经》第三次复讲的最后一讲。回想这一年写讲稿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 这种感慨，是我亲身经历的、切身感受的真情流露。这种流露是不掺一点假的，纯粹的真情，别人是不容易感受得到的。下面，我就把我真实感受如实的说给大家听。感受一：八十岁的人了。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一年时间能把六十三万字的讲稿写圆满，出乎我自己的预料。说实在的，二零二三年四月二日动笔写稿，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动笔的。为什么手不好使？开始写出来的字。 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不是有个犟劲儿吗？这回还真的用上了。我就不信那个邪，写不好我画，我抠，我刻，带点那个字的样子就行。你还别说，过了不长时间，我的手开始会写字了。虽然写的七扭八歪不好看。 但总归有个样子，我很开心，有信心了。事实证明，虽然写字速度慢，也比较费劲，但毕竟能写了。越到后来，写得越好。菩提心说：“老师，你的字越来越秀气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全靠佛力加持呀。” 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是利国利民利众生的，只要你的真心大愿一发出来，佛力一加持，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实力就在眼前，信不信由你。感受二，第三次写富江稿，干扰力度之大。 出乎我的预料，第一次、第二次写副讲稿都有干扰，而且干扰力度也不小。第一次干扰主要来自外部，第二次干扰主要来自内部，所以两次干扰的力度相比之下，后者胜于前者。别忘了那句老话：堡垒。 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一次干扰的力度比前两次都大，这次是内外干扰一起来，外部干扰的力度就已经很大了，内部干扰的力度比外部干扰的力度还要大，因为就在你眼皮底下是近身干扰。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名词。 叫顶级干扰。当时我不知道是啥意思。菩提心，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议论，这顶级干扰是个啥干扰呢？试过不久，验证了，还真的是顶级干扰，而且这个干扰是在写稿最关键的时候发生的。这次干扰还真见效了。 我的手六天不会写字，这是我写稿整个过程中唯一的一次，给我的感觉是，干扰大军全员出动了，在内部找代言人，级别越来越高了。对这件事，我是这样认识的：干扰是正常的，不干扰反倒不正常，为什么？ 争眷属，你弘扬无量寿经那是无上大法，我的眷属听明理了，都跑你那里做法眷属去了，那还了得？赶快找几个代言人去搞点破坏，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人家找不找代言人是人家的事，你能限制得了吗？ 可当不当代言人，那可是你自己的事。为什么人家选代言人，你能中选呢？你有漏啊，妄念纷飞，功高我慢，明文利啊，习气毛病一大堆。你不中选，谁中选？干扰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考试通过了。 不就升级了吗？历誓练心，经历事情才能练心。二十多年学佛，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干不干扰是人家的事，能不能抗干扰，那可是你自己的事。能抗干扰的人，七级地震纹丝不动。 不能抗干扰的人，一级地震就东倒西歪。感受三，护法居士菩提心护法能力之强，出乎我的预料。我和护法居士菩提心是二零一零年认识的，不知为什么，一个哈尔滨人，一个大连人。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广州见了第一面，竟然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我相中了他的土气，他相中了我不认钱，两个人就这样一拍即合了。那时，他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我是一个退休老太太，他比我女儿小两岁。 跟我儿子同岁，我们这应该是忘年之交吧。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连续三年，菩提新三次邀请我来大连，他要帮助我照顾老伴子。前两次我都谢绝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 二零一七年第三次邀请，在刁居士劝说下，我来到了大连。原本打算住两个月，可老伴儿不走，他跟菩提心说：“我在你这儿住两年就走，不给你添麻烦。”果真，差一个月不到两年，老伴子欲知实知，自在往生了。 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来到场后近两年，老伴子都是由菩提心和董居士照顾的，他俩一个白班一个夜班从来不让我操心，给我腾出时间弘法律生。到今年二零二四年的六月二十日，我来这里整整七年了。 是菩提心不离不弃，陪伴我走过了艰辛的漫漫弘,弘法之路。他是我的真善友，善友即如来，他就是阿弥陀佛给我派来的助我弘法的一尊如来。他的护法能力之强，决策能力之强，魄力之大。 执行力度之大，愿力之大，心量之大，我现在还找不到第二个人。这绝不是虚假的赞美之词，他是真真实实的做到了。我写讲稿，他单枪匹马顶住了来自外部、内部一切压力。后来吕居士发心发愿护持他。 做菩提心助手，把对外接待的任务接了过去，情况才稍好一点。菩提心是个从不说熊话的人。有一天，他疲惫的跟我说：“老师，我累着了，让毛毛把我累着了。我认识他十四年，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熊话。他真累着了，我心酸。” 我心疼他，在我眼里，他不也是个孩子吗？我把眼泪咽到肚子里，菩提心累了，我要坚强，我不能让同学们看到我的眼泪，我不能看到有人把六合小院的两杆大旗一起砍掉。我在这里正告砍旗的人：，你想砍旗，先问问法界众生。 答不答应？这是法界众生共享的六合小院儿，不是哪个人的六合小院儿。都说人心是肉长的，我怎么觉得有的人心是钢筋水泥灌的呢？这种人心里只有自己，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如意，自己一屁股屎没擦干净，还嫌别人臭。我一辈子不会说粗话，今天这些话，就算是我人生中的粗话吧。老法师教会我们，一辈子不批评人。我今天违规了，不但批评人了，还说粗话了，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错了就是错了，违规就是违规了，无需找任何理由解释。我说菩提心护法能力强，执行力度大，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三个使命是在这里的七年圆满的，菩提心护法功不可没。 用我在这七年里都做了些什么来证明我所说的话。感受四，六合小院护法团队整体提升速度之快，出乎我的预料。六合小院建六合镜道场，实事求是的说，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你说这是一个道场， 也行，因为毕竟有几个人在这里念佛。如果你说这里不是道场，也行，因为这里是企业，菩提心是企业老总。这里的二十几个人，企业员工占多数，义工占少数。入住小院今年是第四年了，六合净道场也运作四年了。 六合之路虽然很艰难，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我们一直在往前走。这其中有心酸，也有欣慰。我们欣慰的是，六合小院护法团队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而且提升的速度很快，主要表现在。 六合小院的主人在不断增加，观望者在减少，以实际行动庄严到场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小院的医报政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越来越好，小院的环境越来越好，人们都爱上了这个山里藏的六合小院 十六字道风一一落实，和谐、和睦、核心、合力、公平、公正、公开、公道。去年年终评比，十九人榜上有名。和谐的氛围越来越浓。来参学的同学说：“六合小院怎么这么祥和？” 看六合小院的人，个个都那么可爱。歪风邪气没有市场了，虽然个别人还是有的，但已经掀不起大浪，翻不了船了。我们本着不舍一人的原则，重点人物重点帮，每个人都给足机会。如果个人不知道珍惜，把握不住机会，那就。 大浪淘沙吧。从这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机会是均等的，就看谁能把握住了。请大家记住十句话：锻炼队伍，化整为零，广撒种子，必有收获；人人讲经，个个做佛，六合道风牢不可破。 群策群力，共建六合，大浪淘沙，金流沙去，何去何从？自己选择，选择重塑，切莫耽误。一步走错，步步皆错。时光宝贵，不可蹉跎。下面是我二零一七年。 至二零二四年七年时间里的讲座列表，供同学们参考：一，《菡萏花开》六集，二零一七年九月九日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六日；二，《融融虚空智，殷殷慈悲情》五集。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三，真情无限，大爱无疆，五集。二零一八年二月六日至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四，智者非凡，六集。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 至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一日，五，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七十集。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无量寿经》专题讲座三十三集。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十日，七茶余饭后九集；二零一九年十月七日至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一日，八木法悟心十集；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至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九。 无争无求演六合一级，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十品淡茶九级，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十一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一百集，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十二，全国宗教会议讲座一级，二零二二年一月二日，十三，春之物，一级，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十四，学习恩师好榜样，感谢恩师教化我，十级，二零二一年。 十月三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十五，怀念觉悟师父往生十周年一级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六日，十六，释迦所以兴出世，唯说尼托本愿海七级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至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 十七，绝光远照，老法师的六大事业学习心得四级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二日至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五日。十八，理念与践行十一级二零二二年十月八日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十九。 二十大，习主席讲话，四级，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二十，学习上净下空老法师，二零二零年五个重要开示，一级，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二十一。 学习习主席文化思想心得体会三集，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二，第三次复讲《无量寿经》九十集，二零二四年四月四日至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从上面的列表中。 大家能不能感受到，从二零一七年六月到现在，我在老岳山的七年时间里没闲着。我没闲着，作为我的护法菩提心能闲着吗？我的护法团队能闲着吗？我写讲稿需要时间，录音、录像、挂网都需要时间，时间谁来保证？ 菩提心和他率领的护法团队保证的第三次复讲《无量寿经》，从写讲稿到复讲，内外干扰一直未断，干扰的力度要比第一次复讲、第二次复讲干扰力度大得多，是菩提心率领护法团队。 顶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强力干扰，保证了第三次复讲无量圣经圆满完成。他们辛勤的付出，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成果会惠利无量无边苦难众生的菩提心和护法团队功德无量。我没有炫耀自己的意思。 也没有炫耀菩提心的意思，也没有邀功的意思。我们两个人都是低调做人、低调做事的人，和明文利啊一点不沾边在我接触到的同学当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学明白的其中一个。他虽然学佛时间不长，也就是十二三年吧。 他为什么提升这么快？我给他总结了四条。第一条，他真诚不虚假。老法师二十个字里边头两个字不就是真诚吗？学佛真诚比什么都重要。学佛不真诚，和佛不相应。第二条，他是一个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 他无私无我，一个心眼儿的护持正法，一个心眼儿的为法界苦难众生服务。他是法界众生的真善友，善友即如来。第三条，他是一个真心求生净土的人，他只有这一念，没有第二念。这个稀有难逢，这么多年。 我只见到了两个这样的人，这是真正的学佛人，是佛门的栋梁之才。第四条，他是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他和合大众，爱众生，他心清净平等，平等普爱一切苦难众生，他是众生的不请之友。同学们。 我之所以把讲座列表公布于众，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个真实的菩提心，他是一个难得一遇的真正好护法，他护持正法功德无量。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认识他、了解他、支持他、感恩他。借此机会，我也对菩提心和他率领的护法团队。 表示衷心的感恩，感恩你们七年对我的精心护持，帮助我圆满完成了三个使命，我给你们顶礼三拜。从这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护法比弘法更重要。感受五，智慧能度己和他，聪明多了如乱麻。 在我认识的人群中，我的感觉是：多有聪明者，少有智慧者。我见过这样一对夫妻，在一个部门工作，同事都叫他俩“人精”。顾名思义，这两个人很精明，比聪明还高一筹，头脑灵活，反应快，不甘人后，喜张扬。 见利忘义不承当，他们是见便宜就上，见吃亏就让，见容易就上，见困难就让。提直评模是他们表演的最佳舞台，那可真是夫唱妇随，配合默契。可就是这样一对精明透顶的夫妻，却生了一对傻孩子。 两个孩子都是弱智，我想不明白，怎么那么聪明的爸爸妈妈却生了一对弱智的孩子呢？我回家跟婆婆说起过这件事，婆婆说：“爹妈太精了，把儿女的那一份都给占去了。”哦，原来如此。有一对老夫妻，有三个儿子，老大尖。 老二滑，老三傻，老夫妻让三个儿子选家产：房子、车子、种子。老大抢先要了房子，老二接着要了车子，到了老三这里不用选，自然就是种子了。过了几年，老大的房子被火烧光了，老二因为吃喝嫖赌欠了债。 车子被人顶债了。再说老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辛勤劳作，一代种子，几年变成了大粮仓，一家人过着红红火火的小日子。很多人都说，还是傻人有傻福啊。 这句话我信，你信吗？从这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聪明者他啥都懂，其实他啥也不懂，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瞎咋呼；智慧者他啥都不懂，其实他啥都懂，这叫忠厚老实多福报，有内秀。好好品品这两句话。 说不定能品出点哲理。感受六，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信佛你就真得实力。说这个问题，以我自己为实例，这最具说服力的，是真人真事，能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下面。 我就把自己学佛之后，佛力是怎样加持的，我得到了什么真实利益，我会如数家珍一般说给大家听。第一，佛力加持不可思议，我由死转生，创造了生命奇迹。二零零零年，我身患重病。 随时面临死亡，又因为药物过敏，不能用药物治疗，这不是静等死亡降临吗？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惧怕死亡。我在住院的五十七天里，读了十二本带讲解的《华严经》，读懂了吗？没读懂，就是喜欢，读不懂也读。 可能这就是我和佛的缘。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一部华严救了我。也许就是这场重病，让我的佛缘成熟了。我是恶度进佛门的。出院后，我得到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和一套老法师讲《无量寿经》的光碟，从此。 我和老法师和《无量寿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佛力加持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眷顾了我，死亡远离了我。第二，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不想出名的我成了名人。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出名当名人。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喜欢清静的人。二零零三年，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认识了吉林的记者于世杰。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给我整出了一张光碟，名叫《信念》。我第一次莫名其妙的成了名人。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不想出名的我成了名人。 第三，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八年以后，老法师找到了我，出信念光碟。八年之后，老法师看到了这张光碟，老人家托人打听，光碟上的人还在不在人世？把我打听到的当天，老法师就和我通了电话。之后不久。 就是二零一零年的正月初一，老法师在讲经时提到了我，我第二次成了名人，佛力加持不可思议。八年后结上了师生缘，第四，佛力加持不可思议。从没想过去香港见老法师的我，去香港见了老法师。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两次打电话邀请我去香港，说师傅要和我见见面。四月四日，我去香港见了师傅。在此之前，我为什么没想过去见师傅呢？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天天看光碟，不是天天见师傅吗？ 何必跑那么老远去麻烦老人家呢？我和恩师对面坐，恩师讲法，我听课，口吐莲花一朵朵，我坐莲花回极乐，多美妙啊！去看师傅次数再多，师傅说的话你没听懂，听懂了也不照做，那不是白看吗？例五。 佛力加持，不可思议！第一次和香港同学交流，竟然是乘兴而谈。二零一零年四月四日去香港，事先没人告诉我有讲课和交流任务，所以我是三无两空：无讲稿、无提纲、无题目，两手空空，大脑空空。 协会同学问师傅：“刘老师啥都没有，他讲啥？”当时我也在场。师傅回答两句话：第一句话，他是乘兴而谈，这一句我没听懂，不知啥意思；第二句话，他坐那儿就会说，这一句我听懂了。师傅说我坐那儿就会说，那我就坐那儿说去呗。 就这么简单，我那七节课十四个小时就是这么说出来的。例六，佛力加持不可思议，我开了点小智慧，不像以前那么笨了，遇到问题有办法解决了。例七，佛力加持不可思议，随师傅出国弘法二十多天。 圆满完成了讲课任务。例八，佛力加持不可思议，用五年时间三次复讲《无量寿经》，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我却轻松的完成了。例九，佛力加持不可思议。 三次写复讲《无量寿经》讲稿，摘掉了戴了二十五年的老花镜，十几年的白内障不治而愈了。例十，佛力加持不可思议。我目前的真实状况有目共睹，眼见为实，还用解释吗？例十一，佛力加持不可思议。 我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平等，修行境界不断提升，离家门越来越近了。例十二，佛力加持不可思议，我今生解决了生死问题，还有比这个利益更大、更真实的吗？最后一讲，为什么讲了这些内容，我不知道。 这些话都是即兴而说的，没有加工整理，是原汁原味的。可能是众生需要吧，山珍海味吃腻了，来点清淡的吧。我看这一讲，像是一杯淡茶，看似淡，实则浓。每天抽空品一品，说不定你会品出一番新天地。 第三次复讲《无量寿经》，到此圆满。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再见。感恩大家，阿弥陀佛。